瞬间在云天之外，不要轻易将它丢开，不要管它是好是坏、你的爱是我的依赖，没有你时间都苍白，即使化作一粒尘埃也要和你生死同在。你是？你醒了，终于把你从鬼门关救回来了。来，快把这碗药喝了吧。虽然我不是大夫，但是也懂得一些药理的。你不是本地人吗？喂，其实我是来找人的。算了，我看你的伤也好的差不多了，你喝完药我得赶紧走了。你要找的人也许我知道在哪儿。皇宫的生活我已经厌倦了，还不如当个平民百姓逍遥自在。哎，妹妹到哪儿去了？等等，我不是坏人。这好像是青池。素心假如愿意做出国道祭司，朕发誓必定帮找到那个人。大祭司素心参见陛下。凡人的鞋子也太难走了。你放我下来，放我下来。
你干嘛啊？其实，从我第一次见到你，我就爱上了你。你胡说什么？我是认真的。我要你做我的皇后。怎么可能呢？我是来找人的。做我的皇后和找人是可以同时进行的。我喜欢的人是他，我怎么可能嫁给你呢？你不是说他是你师父吗？徒弟又怎么可以喜欢师父呢？不会让时间证明你会爱上我。感情需要慢慢的培养，不是吗？无赖！渐渐的忘记，赶不上明天，只有努力的抓紧了想念。明天再也没有你的笑脸。渐渐的忘记，忘记了时间。你醒啦，多谢姑娘相救。没事就好，那我放心了。姑娘，我总觉得我们好像以前见过。没见过，我找到青池了。我该不该去找妹妹？该不该告诉她青池在这里呢？碧莲郡主，你怎么在我这儿？哼，不欢迎吗？可是随便进人家屋子是很没有礼貌的。怪你，你这个不要脸的狐妹子！你发什么疯？你我素昧来往，并无交界，你说谁是狐狸精啊？除了你，还有谁？素心不知道哪里得罪了碧莲公主。哼，贱人总是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。都是你，如今他连看都不愿意看我一眼。我从小就喜欢他，自从你的出现带走了我的一切。我才是未来的皇后，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，你不配。你敢这么对她？马上给我滚！今生今世，我都不想再看到你，永远不要出现在我的视线之内。师父，私自下凡，该当何罪？你太令为师失望，还不速速跟为师回去？师父。可是青池跟妹妹，他们有自己的命数，你就不要去管他们。哼，哼！为师将你封印至此，大好司徒。为什么天庭不能动情？为师也是迫不得已。你可知青池第九世是情劫？为师这么做是在保护你。情劫？妹妹对他动了情。师父，我求你放我出去，我要找回妹妹，我怕她出事。一切已经命中注定。爱上了。
素锦为什么要离开我？这次御驾亲征，我也见到了齐国君王，没想到他居然是素心要找的人。他在哪里？你只需要帮我杀一个人，杀了他以后，我就告诉你他在哪里。你身上三处死穴上的龙鳞是世上最厉害的救援标准。谁又为你在乎？若一笑千